现在我们要找一位，我要找什么呢？眼睛、眼袋两三层，然后呢，然后鱼尾纹一大堆，黑眼圈变猫熊，有没有这样的人？好，你是候选人之一。我要看有没有更严重。好，这边又有一位，我们看一下。你是候选人之二，你也蛮严重的。天哪，大家都好惨。候选人之三，再来。你的确蛮严重的。好，我们就请你上台，掌声鼓励鼓励。为什么会有这个眼袋生成呢？有的时候是遗传的原因遗传跟加熬夜，加熬夜没事，晚上跟人家 MSN 是不是啊？那但是呢，我告诉大家，用眼过度的话呢，眼睛一直在用力，在电脑前面用久了，你的眼睛就会往下掉啊，就没力了。因为我们的眼睛只有两条肌肉在撑，而且很细，像橡皮筋一样细。然后呢，眼睛一直用力用久了，弹性疲乏，这个眼球就掉下来。在眼球的周围呢，是一堆脂肪保护着你的眼球啊。可是这个脂肪呢，因为眼球掉下来，脂肪被往前推，所以跑出来叫做什么？眼袋。那很严重的眼袋呢，说实在的，用保养品都没救了，去找医生吧。怎么救呢？我自己也知道怎么做只是我不敢帮人家开这个刀就是眼睛往上看，刀画一下把它拉下来，然后脂肪呢剪一块一掉，然后再缝回去，这就是割眼袋的手术割多割少都不好，割太多眼睛凹下去更老割太少还是眼袋存在着然后另外有些眼皮松弛呢，有时候医生会多剪掉一块眼皮，就剪掉之后呢反而更惨。为什么？等到伤口愈合，他眼睛是这样子的所以做手术呢一定要小心，多多少少都有副作用，能够用保养的方式处理的时候，一定要用保养的方法，好不好？好。好，我们现在就来跟着大家一起做这个眼袋的护理技术这一款眼霜呢是 Infinity 的。Infinity 大家记得就是呢抗老化抗皱最有效。那因为它饱含了这个玻尿酸。那另外呢，它对于眼袋的这个部分呢，它可以加强紧致的功能。那所以我们来试试看看它有没有效。那除了眼霜有效之外，其实最有效还要靠什么动作？没错，大家真的是聪明啊。那现在呢，我就要教大家四招按摩动作，要不要学？好，现在跟着老牛的脚步一起来，我们先把这个眼霜呢沾上去。不太会眼霜，对，他担心会生有脂肪粒，是不是？对对。你照老牛这一招做，绝对不会有脂肪粒，好不好？照老牛的四步来做。第一步动作，准备好没？准备好。好，伸起你的无名指，眼睛往上看了没？好，现在开始拍打200下，预备起。Go。第一招呢叫做钢琴手，跟我念一遍。钢琴手。很棒，好像在弹钢琴一样拍拍拍。100，好，眼睛闭起来。闭起来之后呢，上眼皮呢因为不严重，我们先拍50下就好。大家轻一点，更轻。我们把最后剩下的50下拍完，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拍完。好，拍完了之后呢，大家先休息一下，我们进行第二个手。第二个手叫什么手呢？请大家跟我一起念。第二个手叫做剪刀手。剪刀一样，对对对。然后这样做完之后呢，来，眼睛闭起来，轻轻的，有没有看到？重复做10次，做到太阳穴，按压一下。2 3都有做吗？4很乖，这一班真的很棒。5 6会不会很舒服？因为呢你会产生脑内啡所以会忘掉这个压力跟痛苦。
啊，所以没事呢，帮自己多按摩一下。七、八、九、十，好，做完之后呢，来继续，我们把引流掉，这边有很多的废水被你引掉了，引到哪里去？引到你的锁骨下侧，记得吗？刚刚开始排毒的地方，锁骨压一压啊，会有点痛。好的，痛到他捶胸顿足。好，这是第三招啊，对不起，这是第二招，剪刀手。再来第三招叫什么手呢？点穴手，跟我念一遍。点穴手。点穴手呢，怎么做呢？用这个比较不雅观的手指头，就是这一只中指。哎，中指，中指的指腹呢，这个力道呢，在点穴的时候差不多两公斤。回家呢，磅秤量一量啊，压下去两公斤的力道，然后每一次停留两秒钟，眼周都有穴道，预备，我们来做。最好每个穴道重复3到5遍，那我们今天呢，只做1遍、2遍就好。预备，气，先从眼头开始。1秒、2秒，这个穴道呢叫睛明穴，经常按压可以让你眼睛明亮啊，有光泽有神。然后再来呢，眼睛往上看一下，眼睛中间的这个地方有一个穴道叫承泣穴，承接眼泪叫承泣穴。好，再来呢，再下来一点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叫四白穴，经常按压这个穴道呢，会让你的眼睛呢黑白分明啊。然后最后呢，就是眼尾这个位置，眼尾这个位置呢叫做童子髎，经常按压这个穴道呢，可以让你的眼睛呢像小朋友一样天真无邪。好，再来呢，我们看到眉毛的位置，眉头这个位置呢，这个地方啊，这个穴道叫什么呢？这个穴道叫做攒竹穴啊，也是按压一下。然后再来呢，中间这个眉中的位置呢，我们按压一下，是由下往上的感觉，这样按压，这个叫鱼腰穴。然后最后我们按压一下这个眉尾的位置，叫做丝竹空，是不是有点酸酸的？一点点，一点点哈，你们没有酸酸，表示你的穴道按的力道不够啊。好，我们整个按完了，就是第三招了，点穴手。然后接着快要进入尾声，第四招叫做棉被手，跟我念一遍。棉被手，很棒。棉被手怎么做？来，把你的双手举起来，开始搓，搓20下。11、12、13、14、15、16、17、18、19、20，好，20下做完之后呢，把你的这个一只手呢盖住，不要两手都盖哦，因为我们只做一只眼睛盖住呢，稍微用点力。我刚才讲过，因为我们这样按压皮肤会产生一种东西，叫做什么？ Endorphin， 脑内啡。还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呢？或者说你现在有小朋友的人，小朋友撞到了头，他就会哭着叫妈妈，妈妈，妈妈，我这里痛。然后妈妈一定会做一个动作，就是去揉揉他的头，对不对？那揉揉他的头，小孩是不是就不哭了？为什么那么神奇呢？其实是因为呢，其实我们只要揉一揉皮肤呢，皮肤会释放出一些化学物质，这个化学物质经科学证实叫做 endorphin， endorphin 呢翻译起来叫脑内啡，它有一点像 morphine 吗啡，所以它具有什么功能？止痛啊。那另外呢，这个 endorphin 呢比吗啡有更多好的效果，是在于它让你很舒服，所以很多人很喜欢按摩，就是这个道理。那另外呢，你经常按压的话呢， endorphin 一旦分泌呢，你一放松，你的淋巴、你的血液循环都会变得更好，所以你人就会变漂亮。哇，好，好。所以有事没事要不要爱一下自己？要。嗯，一个爱自己的人才能够爱别人，对不对？啊，要对自己好一点，不要一天到晚觉得说自己什么都不是。啊，觉得自己很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啊，那这样的话呢，你没有能力去爱别人，多爱自己一点。要想象你是来到这个地球，你是独一无二的，好不好？啊，就像老牛啊，我也没有比人家高，我也没有比人家聪明，但是呢，我比人家更努力啊。然后呢，我每天要花好几个小时来擦保养品。对不对？所以在我身上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然后再来一点，我很喜欢我自己。那我希望大家都很喜欢你自己，好不好？好。